好，让我们热烈的欢迎我们BO全男士亚太区代言人张艺兴，欢迎。来，艺兴你好，你好。首先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一直用平台的朋友打个招呼好吗？好的，主持人好，然后现场各位新民 XBAM 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你们好，是。其实我问题叫做艺兴最近在忙什么，但是其实我知道你的动态，你最近在美国新出道是不是？而且刚刚推出了第三盘新专辑是不是？对对对，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打个歌。啊，对对对，我刚刚推出我的新专辑《Nam Nam》，然后刚刚从美国做完一些活动回来，对对对，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新专辑《Nam Nam》，它分为两个版本，对，希望大家都能够试听一下。是的，是的，没错，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艺兴的这个新专辑。其实我看到艺兴的这个皮肤状态非常的好，我知道你今天凌晨才落地是不是？啊，对对对，没错没错。那要倒时差，要赶长途飞机，还要在工作，如何来保持这样一个非常棒的皮肤状态呢？首先还是要用 BO 泉嘛，对，然后就要注意保湿啊，然后补充水分，对对对，对，没错。其实刚刚我们听郭总也提到了，其实我知道 BO 泉的这个水动力保湿乳用了10年，是不是？对对对，真的是陪我10年的岁月，这个系列。对，让我们的艺兴还是一样能够非常的自信，非常的有活力。其实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水动力这个一共有三部曲，也是我们艺兴的一个必备的单品。那当然距我们的双十一只有3天了，那我们的双十一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的好礼，那么大家去下单就有机会获得艺兴亲笔签名的三胎的专辑以及周边的好礼。是三胎的专辑吗？签名的三胎专辑以及周边好礼。是的，就是这么厉害。我买都买不到。买不到吗？对，我在美国，我说哎，我想买一下，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去购入。对，都是 sell。所以艺兴机会来了，记得去我们天猫旗舰店选购。可以厉害了。哎，是是是。那最后时间来跟我们的这个送个祝福给我们的 BO 泉男士还有粉丝朋友可以吗？希望大家多多使用 BO 泉，多多支持 BO 泉，真的是一款非常用心然后非常有诚意的产品。对，是，也是艺兴的最爱的产品。是，好，是，感谢我们的艺兴的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陆总跟郭总上台来，有请二位，有请。好，来请三位共同举起我们的香槟酒来，有请。好，麻烦再对着我们的镜头来，3 2 1来 ，Cheers！ 好，当然也祝愿我们的 BO 泉能够在双十一当天能够大卖。再次感谢各位对我们 BO 泉和 BO 泉男士的一个大力的支持，也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泪张艺兴。是的，没错。好，那我们请上其他嘉宾来合影，来有请。谢谢三位嘉宾领导，来，艺兴请留步，艺兴请留步，来，让我们让艺兴拿上你最爱的水动力保湿乳，来摆几个帅气的 pose。张艺兴帅不帅？好，谢谢谢谢亲，再次感谢你的支持，谢谢谢谢。好，拿走是吗？是是是。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张艺兴光临我们的现场。首先跟我们现场的朋友还有一位明星朋友打个招呼好吗？好的，主持人好，然后现场各位新民 XBAM 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忙什么？但是其实我知道你的动态，你最近在美国新出道是不是？而且推出了第三盘新专辑是不是？对对对，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打个歌。啊，对对对，我刚刚推出我的新专辑《Nam Nam》，然后刚刚从美国做完一些活动回来，对对，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新专辑《Nam Nam》，它分为两个版本，对，希望大家都能够试听一下。是的，是的，没错。
错，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艺兴的这个新专辑。其实我看到艺兴的这个皮肤状态非常的好，我知道你是今天凌晨才落地是不是？啊，对对对，没错没错。那要倒时差，要赶长途飞机，还要在工作，如何来保持这样一个非常棒的皮肤状态呢？首先还是要用碧欧泉嘛，对，然后就要注意保湿啊，然后补充水分。对对对，对，没错。其实刚刚我们听郭总也提到了，其实我知道碧欧泉的这个雪动力保湿乳用了10年，是不是？对对对，真的是陪我10年的岁月，这个系列。对，让我们的艺兴还是一样能够非常的自信，非常的有活力。所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雪动力这个一共有3部曲，也是我们艺兴的一个必备的单品。那当然距离我们的双11只有3天了，那我们的天猫旗舰店也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的好礼，那么大家去下单就有机会获得艺兴亲笔签名的3胎的专辑以及周边的好礼。是3胎的专辑吗？签名的3胎专辑以及周边好礼。是的，就是这么厉害。我买都买不到。买不到吗？对，我在美国，我想买一下，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去购入。对，都是 sell out。 所以艺兴机会来了，记得去我们天猫旗舰店进行选购。可以可以可以厉害了。哎，是是是。那最后是来跟我们的这个送个祝福给我们的碧欧泉男士还有粉丝朋友可以吗？希望大家多多使用碧欧泉，多多支持碧欧泉，真的是一款非常用心然后非常有诚意的产品。对，是，也是艺兴的最爱的产品。是，好，是，感谢我们的艺兴的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陆总跟郭总上台，来，有请二位，有请。好，来请三位共同举起我们的香槟酒，来，有请。好，麻烦三位对着我们的镜头来，3、2、1，来 ，cheers。好，当然也祝愿我们的碧欧泉能够在双11当天能够大卖。再次感谢各位对我们碧欧泉和碧欧泉男士的一个大力的支持，也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泪张艺兴。是的，没错。好，那我们请上其他嘉宾来合影，来，有请。